Thank yeah. you. 开八十六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尼佛好，八十六页。佛言：“善哉，阿难！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。” 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这个轮转就是轮回啊！这一段可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说。 看你用什么心，用错心就继续轮回，用对心，轮回痛苦就停止。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我们是因为用错心。说佛言：“善哉阿难，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中无始生死，啊。” 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为什么会相续？皆由不自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。对，这个用诸妄想，以什么为根本呢？就是贪爱。简单讲，生死轮回这大根本就是贪。 简单一个字，就是什么通通贪，贪什么通通值，就什么通通放不下，通通放不下。放不下就一定要接受痛苦的洗礼。有的人闯了一辈子，受过千辛万苦，仍然觉悟不到佛的一两句话。可是有善根的人，啊，跨进了佛堂。 啊，听了两个钟头，就会恍然大悟哦。原来我们这个色身是无常，是生灭，是不净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我的。他就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哎，要修行，这个不修行啊，没有幸福可言。”所以，我们就是用诸妄想，因为我们用贪爱、贪婪的这个心。 慈想又不是真实的，因为为什么不争？因为会带给我们痛苦，带给我们争执啊！故有轮转。每一个人因为有执着，就会构成一个家庭，家庭跟家庭就会有纠纷，家庭构成一个种族和社会，就会种族跟种族战争。 就会战争，啊，更大一点就是种族联合起来就变成国家，这国家了，哎，理念不合就战争，宗教不合就战争，这个就是很麻烦了。在佛的角度都是虚妄的，在众生的角度，这个就是实在的。 佛言：“善哉，阿难！此正善,善有二意一、喜得病源；病源就是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要因材施教啊！啊，佛也是有教无类啊，但是是因材施教啊，可以施教。二、一家刺破，先是安慰；安慰就是鼓励了。” 佛陀劝人家，啊，用爱与安慰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古时候呢，有比赛的两匹马，两匹马在比赛，要赌钱的。这个驯兽师呢脾气不好，每次这匹马跑输的时候啊，啊就被骂，然后呢，哎，吃苦折磨。 后来啊，经过这个驯兽师呢，哎、啊，特别的驯兽师呢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这样子不好。”哎，这个马需要安慰，常常跟他洗澡，拍拍脖子，然后好像跟他讲话，要安慰，然后鼓励他。哎，后来就每次都跑第一。哎，这个马呢，都需要人家鼓励了，所以佛陀呢，鼓励人家啊。 责备要少，鼓励要多，哎、嗯，要多鼓励，少责备，这个是人性本善的一个，呃，针对这样子来来教化。当然，有的众生是特殊的恶劣，那个没有办法，那个一定要用法律制裁的，法律制裁的。no 是指阿难，但是指大众。 当之者是当以智之，不可以视之也。智之就是必须用智慧判断，视之就是一般的观念认识的心。不可以视之，也就是不可以用分别心其知，应当用如来藏性的本能的波的智慧去知。” 所以此段呢，真妄双举而判定者，真妄就真就是真心，妄就是妄心。哎，哪个是真心，哪个是妄心，先搞清楚。用现代话来讲，情绪化、观念，通通叫做妄。放下那个情绪的，就是要稳得住；再来就是不要落入观念。 观念就是对境起种种的对立，那个就通通叫做妄，啊，妄的当体即空就是真，所以诸位真妄双极，你只要牢牢记住离妄即真这一句话，如果抓住关键，你就悟道，不可以离开妄心，另外找一个真心。 诸位，这一切象知道忘即理，吉就放下，不可以一直强加种种的观念。众生就是这个陷阱，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另外一个陷阱又跳到这个陷阱，就一直在找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陷阱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真妄双举。 而判定者是以当机取真舍妄，你要取真心，要把那个妄心舍掉，这是为最初方便。一切众生，包括凡夫、外道、全圣、小圣，从无始无明妄动以来，以惑造业。 或我们，或就是无知啊，就是无明啊，啊，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，一切痛苦也是来自于迷惑，迷惑，呃，这个看个人的，所以很多人碰到师傅都会问，说师傅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？ 就是真的，在这个世界你找不到真实的快乐了。再继续找也是迷惑了，所以有幸的听到了正法。哦，原来众生都是作茧自缚。原来我们自信就是佛，所以因为依惑而造这个身口意的三业，依这个业就受报。 所以业是最公平的，他是审判官，他是无形的审判官，而且是最公平的审判官。因此，世间没有冤枉的。你今生今世啊，得了什么果报？是男众呢？是女众？是有钱？是没有钱？诸位。 认的就是你的，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业报的事实。你尽量的努力去改变你的命运，但是我们无量劫来的强大的业力，实属不容易的。因此，认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结了婚，孩子生了，就放下，不要每天牢骚抱怨另一半。 呃，如何如何碰到就是要认，没办法，啊，你在没办法、啊，不然你离婚吗？好，阿婆阿婆的隐私呀，呃，这个就是业卡住了，所以就会变成最困难的就是要离也、啊、没办法离，要合合不起来已经有裂痕了，就是中间就是业，就是让你没办法去取舍，断然的决定，这个就是要业报，没办法。 是不是？因此，我们要了解，业是很可怕的东西，完全被卡死了，啊！所以说，如果你有大智慧，你就能转这个业；但是我们一般的众生没有办法，他一定要依业受报。因此，在业因，你就要特别小心。业因就是说。 这个动念叫做业因啊，业缘就是手段，就是千万不能结恶缘。你记得，纵然没有缘，也不可以结恶缘，因为这结恶缘的话，恶果它就会再跟在后面。有了业因，有了业缘的业果就现前了啊，业果来报报就没办法了，你就一定要受苦啊，一定要受苦啊。 所以，果报生在起惑，在造业，一业受报，生死死生相续不断，其故何也？这、就是为什么？都有迷故，则生死不休啊！诸位，没有碰到世尊佛陀正法的，我敢说，一个都不可能觉悟。 上至皇帝总统，下到凡夫走卒，一个都不可能都醒不过来，都认为这个世间就是实实在在的。众生要看得到、摸得到、听得到的，他都认为这个是实在的。谁能体悟到缘起如幻的，是吧？ 不能体悟到缘起如幻就迷，迷就贪，贪就是苦。有贪就一定苦。不知者即迷也。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即所迷之真。数穷三际不生不灭曰常住。啊，数穷三际，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存在。啊。 法界一向无为无妄也真心呢、啊？法界一向是什么？一向就是唯心，就是绝对的真心，也就一这一项就是无因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即这项就是真心啊！我们前面讲的是妄，现在讲的叫做真，哎、啊，而这个真叫做绝对，不是对望讲的。 如果你认为有一种真，那么也是妄，所以这个绝对就是不可思、不可以离一切对立的，连真都要放下。你找一个真，这个就是妄，所以就是法界一向一向就是绝对。所以一个颗粒微成，就是绝对的空，诸位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一样，绝对的空，啊。 一朵花拥有宇宙的真理，会用的人就了解是缘起性空；不会用的人就迷茫。哎，这是一朵花，见不到究竟的本体。因此，法界的绝对相，绝对唯心，那么它就是无畏无望。那么这个叫做真心性净者，这其性由来清净无染。 不是晚的而后进，不是洗了才清净，它本来就净。所以禅宗的祖师告诉后代的人，就让我们的清净心继续作用吧，千万不要让它停止啊！因此，我们因为不悟，所以需要始尊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从各个角度切入，听经闻法都在等待自己适合的某一个典故。 某一句话恍然大悟，都在等这句话，但是不知道哪一句话突然会打开你那个锁。啪哦、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万境本闲呐，庸人自扰，原来是如此。哎。 所以听经无法就是这样子，累积的深厚的善根，因此师傅说劝大家说，这个听经无法他一定要坚持。啊，你今天偶、哦、尔来听两堂课很发喜，隔几天嗯又不在了，哎，他就会中断，哎，他要累积深厚，累积深厚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晚上讲的哪。 一个故事，刚好打开你的心扉。佛来到你的心中，化为一体。即心就是佛。祖师大德也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来跟着禅师，二十年没有跟他讲一句话，二十年通通没有。啊，然后他的师傅叫着他徒弟说。 我起床你就跟我起床，哎，我睡觉你就跟我睡觉，哎，我劈柴你就跟我劈柴，那徒弟就跟着做了，哎，可是他就是启发不了，启发不了，啊！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徒弟呀、啊，就问呐，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我跟着你二十年，哎。” 你都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禅，然后他的徒弟要继续问下去的时候，说：“师傅，什么是禅？”他师傅就，嘘，恍然大悟，哦哦，原来禅他日常行住坐披财吃饭，通通是禅，只是自己不悟而已啊。在师傅旁边二十年。 一次不知道一年成熟了，一正当要问的时候，就嘘，突然大悟，哇！远离一切争论，叫做禅。连开口都错，人家就能够体悟了。啊，哎，你说啊，我正要是这句答案，哎，你等于嘛是跟人大小你嘛是同款呢？不好啊。 也因此，我们要了解那种内证的功夫，绝对不是戏论的，是实实在在的享受那种幸福、快乐、安详、无争、极灭，佛陀的真实不生不灭的心性的，那是一种完整的人格的享受，是无时无刻不在宁静的大海当中，就算发生了战争。 啊，混乱的世间，它也一样，也一样可以超凡入圣，也一样在污泥里,里面现莲花。为什么？他早证如如不动的心性啊。所以天经文法，它不能从中间，啊，切掉，而、啊、且切掉。我我今天来十两句看看会会不会有得到？哎、呃，有有益处也。 也许某几句话是有好处的，对你有启发性的，但是他这个每天来看听就不一样。他累积累积，因为累积了善根因缘福德具足的时候，就等在那一刹那的因缘，啊，有时候师傅的一句话一个典故，这个锁啊这钥匙啊放进啪哦开了，从此以后呢，就作为无为人了，无为贤道啊。 那无所作为，就是就证悟到无为法了。所有的生命就是不生不灭呢，什么都放得下，什么都看得破，所以不是挽敌而后进，哎，是本来就进而这个进还不是对染讲的，是绝对的进性静性明者，其性。 亘古灵明不昧，亘古就是从古至今灵明不昧，不假功用而后明体，也就是真心本性本明之体。此心虽迷，体犹不失，永主妄想。 主字，注意词，妄想就是，也就是所执的意识妄心。诸位，这一句就是一切众生痛苦的根本。所执的意识妄心，所有的众生为什么活得痛不欲生？就是因为拼了老命执着错误的假象。 认为这个世间是实在有可执着的东西，也就是上文见相思维的心，下文缘尘分别影事。此想不争两句，下文佛告阿难云：“此是前尘虚妄相想，或如真性。此是前尘，前尘就是。” 现在你前面的五欲六尘，就是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叫做虚妄相想。我们看了相就执着，我们看了相他就执着，为什么？不知道那个相是缘起的东西，是、就、不是？或如真性，或如真性。 啊，的迷惑，啊，颠倒这个真性，犹 <noise> 如无始之一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就是认意识心能推测的、能执着的、现前可以用的，就是我们的心了。这个叫做认贼为子，失如原唱，我们失去的本来真藏的心。 原常就是本常啊，本来真常的心，所以受到轮转。因此，佛陀的一句话抵得过世间百千万亿的财产。世间百千万亿的财产抵不过世尊一句话的。世尊的一句话得到永恒的法身慧命，得到永恒的解脱。世间百千万亿的财产有用吗？ 所以，一切修行人应当以法为乐，不应当以五欲六成为乐。是言其本非真心，错认为真，被其转误。转误就是欺骗了、啊，轮回流转于生死苦海，浩劫莫出。浩劫就是长劫。我们。 在这中，我们已经轮回很久了。今生今世有幸听闻到佛法，就千万不能错过，要好好的修行。此中常住真心，也就是两种根本中的真本，为菩提涅盘，缘清净体，用足妄想。 也就是两种根本中的妄本，为无是生死的根本。一切众生迷真，所以执妄；因为迷了真心，所以执着这个妄心，起这个妄或造这个妄业，受这个妄报。注意看，有三个妄，也就是告诉你，生命是一种虚妄的产物。 生命是妄想的产物，宇宙是妄心的舞台。但是，如果是正悟的圣者，啊，人生是真心的显现，宇宙无一处不是真如法性，悟到了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同样一个人。 可以用妄觉，也可以成正等正觉，就看你用什么心。为什么佛称为无上正等正觉？与他不迷呀，他也不会迷惑颠倒啊。就是、啊、今天的报道了，说说有一个主管，有一个主管啊，他有个秘书是吧？留下来，说跟他讲说，我们今天要加班。 就留这个主管，这主管是男的，这秘书是女的，是人家的老婆、哦，可能长得不错吧，哈、啊，这秘书在接电话，接电话，这个啊，啊，主管呢，可能当时冲昏头了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人家老婆了，他一边讲电话，从后面呢给他抱起来，给他抱起来，那、啊，然后那那个秘书刚好在讲电话又，又又怕。 电话对方听到，是吧？怕损坏公司的名誉呀，啊，这电话挂断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子，就跟他呵斥了，不要不要这样子。”啊，这个后来又又第二次又又又抱着他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啊，回来跟她老公讲啊，这老公啊决定要告她，啊，再来后来是气不过了，就上网。 把他被性骚扰的诊断全部列出来，那动作了、举止了，从后面抱他了，结果这个主管收押了，性骚扰成了收押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念冲动性上，你冷静一下，稍微冷静一下啊，你抱起来，如果他有白骨关。 他，你抱的就是一堆白骨。假设说他有这样子的因缘观，白骨观不净观，能够有这样的功夫，稍微冷静一下。嗯啊，阿德，拥抱不一定代表拥有嘛。你观想一下，哦，抱着的时候，他慢慢会老化嘛。哦，假设说有这样的情形，哦，抱着，哎，赶快去吃吃饭来，哎，又抱着，你看睡觉要抱着好。 他就会慢慢老啊，从婴儿十岁、二十岁、三十、四十岁，到最后活化变成一堆骨头，然后关下，哎呦、哦，抱着一堆骨头。哎，所以，当你有学佛，不管碰到重大的挫折，还不至于发生不幸，啊，不至于发生不幸，啊，比如说哦，两个男女恋爱失败了。 假设说他有佛法的观念，他就知道啊没有缘，啊分开，那他就没有缘了，没有办法啊勉强不来。可是如果没有学佛，就会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缘起的观念、缘分的观念呢，所以没有听闻佛法的，比较容易造成重大的不幸，而变成没有办法收拾。 但是学佛的也会，只是比例会比较少一点，因为他会回归理性，他会回归智慧，他懂得不净观，懂得无常观，懂得无我观，懂得白骨观，懂得苦观。那现在这个主管主管被停职了，啊，这样有税吗？啊，值得吗？ 报那两下，值一个月，好几万，六七万块没有了，名声又不好，那人那一念的冲动，你看看，我一哲现在现在被收押了，所以后照这个起妄或造这个妄业，受这个妄报，所以轮转不息。 出起心定判静，这个静就是段落的意思，就是这一段讲完的静是不是啊？说师傅后面为什么加一个静呢？呃、静就是这一段到这个段落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按一下甘丹奶布布，正一刺破，如来被破三米。 二大众之非无变，出破万事无处；二破而次万事非心；三推万事无体。啊，万事无处就是万处没有你停留处，意思就是刹那生灭的；次万事非心，非真心，万事刹那执着的一种影像，对向上。 其执着分别的一种影像而已啊，是第六意识心呐、啊，不是如如不动的真心。推万事无体，体是永恒存在的呀、啊。万事来一下就走了，一下增，一下减，一下得，一下失。凡是有得失、来去、生灭、增减的，通通不是真心，不是真体。所以自古以来，禅宗有一句话。 直截了当告诉你什么叫做修行，令心无所增减，是名修行。嗯，禅宗真理啊，一句就搞定了，一句话就搞定了，啊。比如说，你世间的人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譬如说，你正在吃包子，假设说了。 你正在吃包子，这包子放在前面。如果我包子吃到一半，前面有三个包子，然后突然有人把师傅的包子抢走，我一定不会生气。为什么？我叫我帮啊，阿你叫你帮啊，阿龙总帮啊，你赶快！我吃到一半，你把我三个包子突然抢去，我一点都不会生气。 哎啊，如果没有大悟的强了三个，那这这没没完没了了。我吃到一半，你这么没礼貌，是不是？啊、哎、啊，都我绑啊，那他你绑，哎，他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了。所以说，一切都以执着这个假的色身为自我，所以他就什么都为这个自己要什么都要保护。啊，因为我们不清楚，所以我们不了解保护的道理。比如说很简单，比如说这个皮肤。 我们一般就像保护皮肤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不知道，他就哦买了这个化妆品来，哦就开始抹抹抹抹，哎，他不知道。这最基本上的时候，哦，他不知道这个连皮肤要要呼吸都不知道，他就把它嗯粉了，弄得很厚很厚，就错了。这个方法刚好错误。为什么？这个皮肤它会呼要呼吸的，知道吧？哦。 所以，如果你抹上化妆品的时候，记得你宁可用钱靠好一点的，买好一点的，让皮肤可以呼吸。否则，你这样一抹下去，刚好不能呼吸，太阳一晒的时候就黑斑。好，你你再继续抹，它又没办法呼吸，啊，你皮肤会窒息而死啊，组织会坏死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。 是不是哦？所以说啊，如果你用连这个最基本上都不懂，那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，所以你一直很想让它美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知道美是要持续的。比如比如说，很简单，你用一个化妆品，一个一个口红就好。一个口红啊，你用很红的，那里面有铅啊、汞啊。 很红，摸起来哎、欸，很好看，很有朝气。我告诉你，你用劣质笔摸久了，久了以后咯，你化妆品卸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嘴唇会黑掉。哎，k 呀，为什么汞中毒？公中你可能弄不哇？哎，我怎么办的哎，所以我们连最基本上的保养品，都应当要知道一些知识。 so k n o w l e d g e is power，知识就是力量；wisdom is power，智慧就是力量，对不对？一个，嗯，阿、啊、弟，这话书阿伯这集，我阿伯这集敢有做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阿叔，你是有抹啥？我靠，有抹啥嘞？无啊，就自、是、然的物件，我这是内丘呢，自然的物件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天生的奶汁呢？哎，所以这是叫。 佛法有佛法的智慧、智慧、知识、智慧，就告诉你，连这个最基本上的化妆品都要有有智慧啊，都要有正确的方向，是不是才不会伤到你自己吧？啊，以下啊，意看左边啊，经文。 这教育执心应应征啊，就直接回答说：如今一言无上菩提，正发。